为什么一个人会爱上另一个人？我猜就是你，你们心中可能有一些事，需要一个正好的形容来形容。不用，我好多了。简单，既然答应了，就必须要完成。把凳子给你姐，你就是我心中的女婿。可能就是我喜欢林雨，你不喜欢。你跟着我干嘛？你们就可以等雨停了再走啊？这是我的，拿错。来，雨下那么大，这一带也没什么用，算了，再见。你把你头撞我肩上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姐有夜盲症，再让我这坐一点，一个拳的距离正好。真的能看见？被问到这喜欢过吗？算了，咱喝不下去，别提了，别一会儿去医院了。你俩以后一块儿去二店，我一直让着他，可是他自己不知道。您的入学，加上他们全家的心计，加上他父母的同事，全部都去献了血，才凑齐这么多张学卡。哎呦，他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别告诉你，怕你有压力。可文，你不是最爱喝山药粥吗？需要加餐，部长帮忙打。严总，你两年了，隔着一年也行。徐晨，你讲，这样不就没说很好吗？你要是爱去，我肯定一起把你的背都赢了。我之前一直这么想过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我都会追你。亲爱的亲密。亲爱的前辈同学，但是没人并不爱我，但是不需要连门口都带着。明天早上八点，带着签好合同来报道，是为我的祝福。万一你的脚扎伤了感染怎么办？算公平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律师，我宁愿去做一个反派去拼。我知道通过这些困难一定特别的痛。